雖然我哋正先嘅討論咧，有時有啲人就會覺得哇，好多討論好多問題，但我想講咧，呢、這個其實係我哋正先做緊咧，係有啲似一個神學嘅討論。神學基本上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從聖經明白神到底係點樣嘅，呢、這個就係神學。咁而神學咧係有啲人就會覺得，即係神學有幾種嘅方向，啊，佢覺得係咁，或者佢覺得聖經咁解釋，其實神學應該係得一個方向嘅啫。不過因為人類嘅犯罪咧，所以我哋就唔知道到底完美係點樣樣。咁但係有啲地方都可以知道到底完美係點樣樣嘅。咁的而且確神學上有啲不同嘅睇法，有啲你係可以從聖經去分辨嘅。這些我哋所做嘅，或者我哋好多次所做嘅，有時係回答人問題，但有時咧係從聖經去諗啦。到底律法，即係我哋基督徒，即係未信主嗰時係咪有律法咧？嗰陣時嘅良心係點樣樣咧？然後信主之後係點樣樣咧？良心同埋呢個神嘅聖靈嘅感動點樣分辨咧？其實呢個咧就係屬於神學嘅範圍。神學嘅範圍就係咩咧？就係從聖經去研究到底。由聖經裏面，我哋點樣知道神係到底點樣嘅？神嘅教導係點樣樣嘅？咁所以咧，喺呢啲討論咧，我希望引起大家嘅興趣啊！我哋又唔好追求純知識，但有時有啲係應該去分辨嘅，即係話明白神喺我哋心裏面工作，明白聖靈嘅工作，明白人嘅更新改變。當我哋明白呢啲咧，我哋就越嚟越清晰嘅，即係可以越嚟越清晰嘅。所以讀神學係有佢嘅好處嘅，即係有啲人就唔贊成嘅，完全覺得讀神學就唔好嘅。但其實神學嘅書係有好嘅地方，幫助我哋能夠分辨。咁同埋我能夠回答你嘅問題，我亦都會用聖經嚟到去回應。咁因為咧，我有呢個神學嘅底啊，識得點樣用聖經去分辨。咁所以喺個過程咧，大家係學到點樣用聖經嚟過去達到一啲神學嘅結論，以至我哋嗰、那個。神學會越嚟越穩固，其實咩人都有神學嘅。譬如有啲人嘅神學點樣咧？有麻煩神都唔會幫你嘅。呢個佢嘅神學，即係的而且確好多人嘅神學係咁嘅喎。有麻煩咧，神係唔會幫嘅。神就係幫嗰啲好啲嗰啲啊，嗰啲冇咁強嘅基督徒咧，神就唔理佢噶啦咁。嗱呢啲係有啲人嘅神學，佢係咁嘅時候咧，佢入曬佢個腦裏面嘅。咁我哋求主幫我哋咧，就係點樣咧？能夠係有。聖經的神學能夠讓我們的信仰穩固，並且我們知道我們所信的是為什麼，是有聖經的支持，以致我們不會移動。這個就是一個健康的神學。為什麼需要神學呢？有很多的教導，東方閃電就說中國出了一個女人，這個就是基督，我們大家都很容易用聖經去回答他，這個都是就是神學了，即聖經講到這個經文到底什麼意思呢？其實很多的觀念我們裡面個個人都有神學，不過那個神學有多齊全還有有多正確的解釋，即讓大家知道神學不是一樣很遠很遠的東西，是我們個人都有，而怎樣去分辨一個正確的神學。但神學只是屬於思想的範圍，而我們應用的時候就是生命的範圍，即不要只是神學，就是一樣是需要生命的範圍。